好，我们做一个豆奶滑，豆奶滑呢，那个厚度呢，就是刚刚好一个刀的厚度了。嗯，哇，对啊，就是那么好。这个梯形有点不好啊，那个梯形啊哈，不错，看起来。这边，薄薄的一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开始 ，OK。 好靓啊！什么浓的啊？你说浓的啊？啊，现在都给我金黄色的了，两分钟。嗯，范围大一点也好，多一点奶嘛，有没有压一点？因为已经到底了。没想到我是那么刻薄的一个人。好，试试看啊！来了。 哇！给人家看一下我们漏奶了。有啊。嗯。很香，口味蛮清香的，我觉得。啊！大湾仔牛奶滑，吃过真的。 没有哇！大湾仔牛奶滑，我们等着你来夸啊！你来夸，好，一二三，大湾仔牛奶滑，漏奶滑，漏奶滑，那我们刚才说的全都没用啊！大湾仔漏奶滑，吃了啊，我们等着你来夸，好，好像很厉害啊！ 好，接下来最重要时刻就是邀请我们最亲爱的工作人员，来试试看，我看看哪一块最好吃的，我给他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边的更好。来，自己来啊，试试看。好吃，好甜，好吃，好甜啊！好，我们练一下那个咒语吧。放过我吧！啊，放过你啊！站在他旁边了，站在他旁边了。三二一，这样，大湾仔，老来花，我们等着你来夸。 OK。啊，哎呦，大湾仔，漏奶滑，我们等着你来夸。哎呦，大湾仔，漏奶滑，我们等着你来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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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很洗脑啊，这个。